我跟你讲，我醒来的时候趴在浴室跟房间中间的走道。我应该是你知道吗？就是爬到那个马桶。希望是你来，女儿也不是说你今天嘣就有嘛。其实婚礼很早就有改，因为我跟我老婆在一起很久时间，然后十几年，然后小孩就先生出来，这样。然后一直都没有办婚礼，然后我们是好久之前，我记得五六年前，我们就去，还说我们要有一个很浪漫的婚礼，在什么海岛，还去巴厘岛，去那个最贵的那个饭店去看，哦，那个叫那个 view， 对，已经刚好在地当地有朋友嘛，就带我们去看，很漂亮，然后再来就遇到了那个就是疫情，对，然后疫情就延了几年。再来就想想不行，我们两大部落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我们请了100桌，100桌就1000人，怎么全部这样子要包机包多少？我可能这个整个办完，我看我也没有钱。对，就没办法。好吧，那就是还是在台湾，在台北请一请吧。那两大部落，因为我是花莲月饼部落，但是。老婆是台东成功镇白手部落，对。好，这两大部落你也知道，原住民就是开心，好喝。你是不是也断片？就是隔天醒来忘记自己昨天在看。我跟你讲，我醒来的时候是我趴在浴室跟房间中间的走道。我应该是你知道吗？就是爬到那个马桶，对啊，可能对啊，然后再可能已经爬不回去，然后就直接睡了，对。然后对，就而且人家在喝醉了，就觉得哇，地板好凉哦。我第一次进场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三分醉。到第二次进场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差不多了，对，我只是装得很谨慎的，可以这样子。我想要第二胎是女儿，她现在进度如何？她女儿也不是说你今天咚就有嘛，啊、对。然后有在咚吗？我在认真做。在咚。明年啦、啊，哦，希望是女孩子，因为特别喜欢女孩子，啊、很开心，就是哦，哇哇出来了，哦，男的哦，真的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哇，男孩子就很开心。